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灵学，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个《禅林宝训》第185集。这集的训题安尼讲：黑油妙恶啊，地心为本，就是讲要修学佛法，最主要爱求这个真心妙性呢，会当开悟明心见性啊。地理这个，这地就是地理修养心性哈，安尼这。为根本啦，啊，其他拢较无重要就对了啊。这训文来讲，丹东尊和尚初参真经啊，上驾殿中来看读啊，真经好玩，所谓学者求地心呀。学虽多而心不低啊，将学而时亦何亦都对了。而方百家言学啊，如山之高，海之深啊，自若为之真呢，金气本夺我啊。如见书贵，恐逢道业；第四，多抓资源，当求妙恶。他日观之啊，如推门入库啊，果不难矣。但当即是兵器所失的。专注相关，一日问立主读诸家，孔明出师表，赫然开悟，义主顿歇，便在无碍，在刘备中。先有过者，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丹东尊和尚啊，伊最初参访，伊真正禅师啦，
就是做真情禅师的使者金鱼儿。暗时呢，常常吼，家庭就是点灯火，较早无电火啦。啊，伫迄个蚊帐网搭内底吼，咱遐点灯火，搁咧读经册啦。啊，真情禅师看到都，甲责备啦，甲念甲骂，讲你来求学，所谓求学，最要紧是爱。地理爱地理内心修心养性啊，安尼答对啦。你唔修心养性，就是干那学习遐经册经书食济吼，安尼吼，啊心唔修心养性，唔求明心见性，安尼有啥物用啦？啊，想要紧爱。修心养性，断妄想烦恼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这才是求学的目的。唉，讲即使你学问经册看遮济，广见多闻有啥物益处呢？何况诸子百家无共的说法吼，不也百款，都、就是佛教的。诶，解说注解，大家法师讲，拢加减有出入啊。像安尼，迄学问遐济，迄经册遐济，像高山，像大海遐深啊，你敢看会了啦？啊！你即马下去迄个根本学习迄个基末啦，啥物是根本呢？就是爱修心养性，是修行求法的根本。啊，你唔修，去学做看遐，学做经册啦，去学习遐机密，倒头病。像安尼吼，你唔修心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将迄个妄想心来驱使你的真心，暗调你的真心，就像用迄个下贱的人来咧，下做驱使迄个尊贵的，安尼吼倒头病，像安尼吼，你会妨碍道业啦。所以你即马上要紧，一定爱杜绝即个外缘，若紧唔通拢干向外口去攀缘去学习啦。看遐经册，我拢用目睭咧攀缘外口啊。安尼吼，你应该爱请求即个会当明心见性，以后吼，你若真正会当明心见性，证得你的真心实性吼，迄阵你得回头来看遐经册吼，就真容易了解通达啦，就改成啥？改成较早木，迄个较早木门吼，木门拢靠一个下底一个迄个石窟啦，石窟一个屋啦屋一个屋啊吼，啊木门拆咧都会拆来拆去。讲你若明心见性了，过来读经册，就像迄木门甲推入迄石窟一个就好啊哈。迄阵都唔免惊，讲袂当了解经册意思啊！啊，感动听了吼，感觉真感动，真有道理。所以立正吼，摒弃就是放弃迄个自己干读经册文字，伫个文字中咧正册堆啦啊，执着。所以就专心吼，逐日注重坐禅观照。静坐观照，啊，伫遐参究自己的心性，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？啊，有一日吼，惨啊惨，听到一个人吼，一个出家师父咧读迄个，诸葛孔明写一篇叫做《出师表》啦。迄阵刘备吼，诸葛孔明是刘备的军师啦。啊，刘备往生了，传予伊囝阿斗吼，阿斗无像刘备遐敖啦，
是一个文，一个无主见的人。啊，迄个诸葛孔明吼，刘备交代诸葛孔明甲扶持伊个无用个囝。啊，孔明拢定提供意见。啊，特别派兵过去拍，拢孔明吼，伊个智慧真好，计智真好，所以特别出书就是要派兵出来。啊，写一篇奏即个阿斗囡仔皇帝，出书表吼，即马有诶教国文拢捌摕来读，内底就一句讲：宫中服装俱为一体啦，自花帐皮不一异同。迄句诶，宫中服装，宫就是皇帝住诶所在，服就是迄个宰相孔明住诶所在，讲总统府和行政院吼，拢是一体啦，啊，无分啦，哈。啊，听到迄句“宫中服装吼，俱为一体”，啊，这个做担当尚书，忽然开悟啦。所以人要开悟，触一个机才番讲哈。你若有咧用功，触一个机就开悟。有个人咧用功啊，听到人等起我去讲着得啊，哭一下怎，喘一下怎开悟？哎，啊！一个人，听到人咧讲，或者比丘尼，哈，讲，我开悟了，人问讲你悟到啥？讲我悟到，原来比丘尼就是查某的做，啊。所以伊听到宫中服装俱为一体，忽然开悟。迄其实就是悟到啥呢？悟到咱的真心实性吼，包含外口一切，万法拢包伫你的真心实性，智慧一体啊！忽然开悟，啊，明心见性啦，啊！啊，所以过去遐迷惑心内迷惑啦，执着在迄个啊，做未理解，拢顿然就是忽然吼，一个都。拢开朗了解，啊！而且辩论无碍，咧论道理吼，滔滔不绝哈。伫迄个东北东流中吼，无人超过伊啦。所以咱学佛上要紧，爱回头知影讲来修心养性，爱断烦恼。明心见性，这是最主要，唔通根本忽略啊！去学遐奇妙的文字、正确对哈，安尼未得到好处。哎，安怎控制咱的烦恼心、恶毒心来明心见性？为教经就安尼讲：将出心者，双人贤书啊，坐其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讲你这个烦恼心、恶毒心，你若放纵伊去恶白做，伊就指使你的脚手去杀人、去偷得邪淫，会做遮侪罪孽啦。规个你的功德善事拢失了了去。你若当甲控制你的这个心呢，像迄个狗啊，训练伊嘛，甲训练甲乖乖，禁通恶白叮当，甲控制，会当有迄个定力吼，无事不办啊，无啥物代志办袂成。八大人格经就安讲，心是恶缘啊，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啊。你若当观察了，地讲咱的心都是罪恶的根源。迄人为啥物会去举刀啊杀人，会去啊做手头摕物件，都是伊的心吼，去迄个贪心啊，指使伊的脚手去做啊。所以心就是罪恶的头啦，罪恶的根源。爱心指数去做，这个规身躯吼，拢是满心罪恶啦。或者心为罪数，就是讲行就是身体吼，积加侪罪啦。你来当然了解，去观察吼，你就怎通控制心安尼吼，就会当慢慢脱离生死轮回。金刚经安尼讲。过去心不可得了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了。咱的心吼，伊真正咱的真心实性，
拢无即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分别，无一切差别相。所以爱修个过去心，就是指讲吼，你心定咧想着过去，前当旧年个代志，囡仔时阵想着脏个代志，遐叫做过去心嘛。啊，未来心就是咧想着明仔载我要安怎，我十年后要安怎，哎，伫遐计划。啊，现在心就是目睭前，你目睭看到物件，就随起贪心。耳孔听到声音无欢喜，随起真费心，要做现在心啦。修行啊，这三心拢放弃，不可得，袂使有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。还讲笑话啦，讲一个老和尚拢上金刚经，啊，较早经拢往迄担担下食大本，啊，一个号做卖点心的阿婆啊，吼，哦，迄对金刚经食通铁啦，拢有。摸到迄个真心实相，哎，老和尚行到半路，目到以后，就讲，哎，老菩萨要甲你买点心啦，啊，伊就讲，啊，你担个什么经？我这哦，金刚经，啊，老师傅啊，啊，来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啊，你老和尚讲要点心，是要点到一个心？哎，老和尚忽然嘴开开讲袂出来，煞好开始一下忽然开悟，那是一个典故哈。贤文在咱讲，修口如瓶啊，风雨如声。咱日常生活吼，那嘴爱唔通做口业，爱定修口业，就爱修啊像迄花干吼，擘大只大，嘴缩小小，讲迄嘴爱修咧，必要讲则讲，唔通后壁讲。风雨，你的心吼，像迄心连意嘛，像拢安乌白走。讲你心爱顾调，心经讲管自在，爱定定观看家己心有伫咧无？爱翘下边，伫咧城门翘下边，唔通哦，迄个主人乌白走出来，啊，差那就入来占位哈。这忍辱经就安讲，将心之祸啊，当若宿命啊。讲你若放纵你的妄想心、恶毒心去后边做啊，哦，迄、那个罪就做啊像苏米山遐大啦，啊。文殊所闻经来讲，心性本性啊，诸垢为垢，以智慧水洗涤心垢。讲咱的真心实性本来含佛性刚真清净啊，只是去了遐妄想烦恼，再。一面恶物件呢，把你心污垢，就像迄、那个，像一个面镜，吼，遐涂沙粉盖掉咧。所以用智慧水来洗，洗好清气，迄心垢、妄想、烦恼洗好清。出了经来讲，智者以慧练心啊，啊，成就诸垢，犹如矿体啊，烁入必炼，即成真金啊。那个心吼，烦恼妄。凡夫的心就像迄、那个，迄金矿挖出来的金啊，食济迄石头杂质，啊，即嘛吼，爱学佛用迄智慧来练你的心，哎，把迄个锻炼迄杂质互烧互无去，爱用迄个几千度的火吼来烧，或者锻炼啦，安尼吼，锻炼到迄个杂质无去，就变真金啦。我靠，将古经就安讲。能伏心者最为得力啊！我以心度啊，积劫无数啊！今乃得福独播三界。释迦佛讲，会降伏你个心，咱讲金刚经讲降伏其心。你恶毒心、烦恼心要抓起来，甲二恶掉。你会当降伏乖乖像加啊，迄、那个心念意嘛，加个计离正的离正乖乖。安尼吼，迄个是上有力量，讲释迦佛讲，我含这个我的恶毒心、烦恼心吼，修心养性，暂遐控制吼，啊，道经已经经过几啊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以今日伊才会成佛啦，控制会调。第三界成道师哈，楞严经就安讲，心随境转啊，境如流，如天之以珠照啊。咱心吼，我六根缘六境拢对迄个境界转，就像迄、那个。天也好，迄个触角吸掉咧，甲你吸东吸西。
保有经就安讲，处妄心如流水啊，念念生灭，生灭不暂停。咱的妄想心一念一念吼，像迄流水安尼无停，哈、啊，安变化无常。古德就讲：圣人求心不求佛啊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圣人修雕心不雕心，愚人雕心不雕心。圣人吼，伊是求家己爱修心养性，无向外口去求佛祖迄个土层来查课，讲你着保庇我开悟。嘿，啊，圣人是雕这个无形的心，啊，修心养性，无咧想道教吼。讲调身体，终生不死啦！啊，大学安尼讲，欲修其心啊，先静其心。你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吼，都爱先静心生意。楞严经安讲，处事坚定，嘿，希望向上，行逆真行，由逆无死啊，至今生啊，人差为主，心理完成，哎，在各在过受轮回啊！讲众生就是无始以来将迄个妄想心当作家己的真正的心，所以大家咧轮回就对了啊！人差做主啊！又个人讲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，未记为物啊，失离本心为物所转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就是六根拢互六尘牵咧转，未失离啊，所以未失自我。又个人讲，你心随念所属啊。种种处相，心生行处，意念相应。我即我为相心啊，味为诸妄啊。讲你心就是，去妄想，日时吼，就是妄想；暗时就是做梦啦。我爱说讲开禅老和尚就安讲，心地开通见宝藏啊，千年暗色一定光，世间万象皆变坏啊，修心养性我真空。我的书讲是真修实性实证啦哈，忽然开悟啦，讲见到迄个真心实性宝藏，那规清堂无开悟，像暗色忽然光明起来，知影世间一切无常，然后着真性是空诶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，131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过来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、书记在印度寄吼，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回来加套。安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无咧卖，啊，去救济救难，佮收几啊高字，佮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。啊，继续不断地接受一挂南疆、李疆想要出家培养因，将来当为佛教方法提升。我伫电视所讲的，即个因出版电视讲演去教本啊，各位老师也会使敲电话来本寺。俺遮头前边就是镜头，即间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蒋公子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真大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高产新桥红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尼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
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风师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，日期3月26日星期六，时间下午5点到6点，立宏老师线上教学。联络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。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盂茄宴口超度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3月30日星期三，时间上午9点恭诵金刚经，下午2点盂茄宴口超度法会。地点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8，0398993198，0398986866，039898686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早晨迷人的花朵，到了夜幕低垂时就会凋萎。亲吻的人们啊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肉体之上。缤纷多彩的花朵在夏日微风中摇曳，但经过冬天的暴风雪或一阵冰雹之后，这些花朵还会存在吗？在秋天，森林的颜色从青绿转为金黄，在冬天，树木的枝头一片阴郁黑暗，了无生气。我们的身体也日渐老化衰退，对此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越把心思放在身体老化之上，就越感到焦虑不安。让我们少去烦恼身体的外貌，多多把心思放在如何不要浪费生命。让我们修持佛法，我们越是精进的修持佛法，就越感到心满意足。